啦啦，有人说日子活得像朵花。我常常觉得是牡丹没钱花。又有人说青春是最美的回忆。我看是天要塌了，想要消失加失忆。好好，是的，好，没有问题，谢谢。Yes， 拿到案子了，哈哈。人生不要怕，只管向前冲冲。老板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太没人说，头破血流，我该怎么走下去？人生的下雨天，我该如何往前走？原来，陌生的你就是雨伞，是阳光，以及超大的遮雨棚。用爱关心周边陌生人，人人都是自杀守门人。与您共度生命中的雨季，携手静候下一次的天晴。1999转8858，帮帮我吧！台北市政府自杀防治中心，听您倾诉。